演唱一下《爱情证书》，来欢迎何美。我们用多一点点的辛苦来交换多一点点的幸福，就算幸福还有一段路。首先要对决的两位是请就位。何美很强，何美跟徐凯西现在是最强的，凯西第一名。好，与何美来。我不要，我不要，不要。对的，我不要。胡志强，胡志强，台中市前市长胡志强先生。他刚刚要先进。富贵方。对呀。铁板铁板铁，三战两胜吗？三战两胜。先抢两分就赢。先抢两分你就赢了哈，请出题。我也以为我能够。哎呦耶！哇，这好好跳这首。以前在练舞的时候都会听。赶快写答案啊！这个我跟你讲，唱下去就知道了，后面就出来了，就出来了。副歌，连我都知道，经典剧哦。好，三，他不知道哎，三秒，他会不会还没出生啊？两秒，怎么可？没有，这个很久，一秒，哎，但是没有，因为他才二十六哎，那二十六岁，这我小学的歌，到时候他应该好，二十六岁，请亮答案。爱就像卡布奇诺，那你写卡布奇诺，卡布奇诺，对，卡布奇诺，卡布奇诺，就是卡布奇诺，好，就是这样。第二题，请出题。和美听牌。我们为爱还在睡，却沟通那一夜下雪了解，睡着不流泪。他太年轻了，学会飞。运气不好，运气不好。写给黑夜和考验，日子就要从孤单里体验。都会唱的，对不对？基本上口头的。爱情证书，演唱一下《爱情证书》，来欢迎何美。我们用多一点点的辛苦，来交换多一点点的幸福。就算幸福还有一段路，等我们学会忍耐和付出，这爱情。赶快拿到爱情证书！好，哎呦，对对对，快了快了快了！真的，同时我们这位胡志强先生也拿到了他的毕业证书，恭喜恭喜！好嘞。